今日就係古家私房菜啦。咁今日就特別啲帶大家嚟呢、這個食 care pairing。咁但係咧，另外有個目的咧就係嚟睇呢個浮世繪，見唔見到呢度？後面好日式嘅風味啊！繼續翻我哋有位洪老師就會中間會幫我哋介紹一下咧。究竟浮世繪嘅歷史或者個畫作裏面咧有啲咩內容咁樣嘅？咁我哋就入嚟睇下啦，大家快啲！清正明十一要會個北濟我浮世繪畫咧係現作展覽，搬嚟呢度啊嚇，本嚟咧係省一個月喺視覺中心嗰邊啊，係冇錯嚇，咁有啲跟住大家可以參觀，可以慢慢欣賞嚇。咁啱啱咧喺呢個係秋天啦，咁我提議咧。整一棵楓樹啦，有啲氣氛啦。咁我自己咧有啲收藏啦，譬如話，其中有一件和服。哦，呢件係你嘅收藏嚟嘅咩？呢件咧係我所謂收藏啦，唔係好靚啊。啊，咁喺我喺日本有啲朋友啊，咁有一位朋友咧，佢個家族咧以前咧係Samura，啲武士家族嚟嘅。咁比較有錢啊，咁啦嚇。咁有啲好好和服，我好中意咧，佢就由到我揀。我揀了幾件，一件是前，一件是後面，陣間我要。呢件都超過100年噶啦，古董嚟喎都係。係啊，咁啊 keep 得好好咯，個 condition 好難得咯。同埋咧，呢個顏色呢個 style 咧喺日本個女仔未結婚之前做噶。咁你見到佢個顏色咧好清新活潑啦，同埋有啲鮮紅啊咁樣。呢個技術咧喺江户時代。個技術嚟啦，大家要睇到呢啲係金箔，呢啲係銀箔，係正式嘅金箔。當其時嘅金箔、銀箔咧貼上去嘅，呢其實一個技術。咁唔係話係當其時技術就非常好。日本嘅和服咧，佢哋嘅技術係越嚟越好，越嚟越好啊！因為佢哋嘅一個文化咧係有革命，呢個得唔到，所以咧到而家咧 keep 到而家咧好好，比較難得咯。日本有冇？都難得，好難得啦，係咁啊！俾大家可以欣賞下、了解下啦嚇。旁邊咧有幾張畫畫嘅，呢個咧係外邊轉到我係原稿嚟嘅，佢原稿嚟嘅嚇，唔係 printing， 係正式嘅手繪畫嚟嘅，超過100年嘅大正時代畫。咁嗰啲畫咧，黑白啦，主要表現咧係嗰啲和服、高級和服，大家有冇見過？高級和服啦，呢張咧，我睇佢啦，呢張都比較殘殘舊舊啊。我見到係修復。我前古嗰啲畫買翻咧，之前咧係咁樣啊。咁啱啱咧，我有啲技術，咁我就係、你都係修復大師啦。業會咧就係啱啱有幾個會員好中意學修復嗰個技術。咁我好啊，我教你哋啦。咁用咗差唔多係我哋用半年時間啦，學識啲係。古畫嘅修復技術，咁呢張咧就係修復之前啦。哦，咁呢啲咧修復之後啊。哦，修復之後啊。哦，修復前就可能有少少瑕疵。少少瑕疵啦，窿窿啦，咁我又補翻啲色啦，同埋有。會係點樣修復咧？會係用啲。首先咧，我哋要買翻嚟咧，洗咗嗰啲係唔需要污糟。咁又可唔可以洗得太乾淨？我哋 keep 住嗰啲 condition， 修夠。依舊唔可以收到好似而家畫出嚟咁樣嘅，失去咗嗰啲古董嘅意義。咁譬如話，我哋寫到呢度咧，又深深淺淺嘅入得去啦，望落去都好自然嘅嗬。唔係你太過完美啦。咁另外咧，有啲白色少啲啲咧，我哋補翻啲啲。譬如話呢幾條咧，大家睇唔到啊，有幾條頭髮絲都係補出嚟嘅。呢啲但係呢啲係一個修復古書畫基本技術咁樣咯，36景，但呢啲嘢咧，每一張咧係廣東話講嘅，2蚊雞啊，2蚊雞啦，係而家係印出 copy 出嚟嘅，而家印出，但目的咧，就嗰、那個筆跡就畫咗咁多個浮世繪嘅風情畫，其實想要聽你講，筆齋係浮世繪嘅大師。大師，佢唔係話而家係大師喎，佢生前就係大師嚟喎。係，但係佢生前大師，佢又唔係好富裕，因為佢出咗名之後咧，又唔係話忽然之間我提高自己嗰啲價錢啦，等等，都冇，就係照咁樣畫，都係過咁樣嘅日子。哦，唔富裕噶，唔富裕噶啦嚇。但係好犀利，我仲要睇係有啲話梵高係同一個 level 嚟喎。因為咧，係啊，
因為梵高嘅時期咧，個江户時代啦，我哋先講江户時代係由一個好和平嘅時代，老百姓咧係安居樂業噶。咁西方人咧覺得係日本係好神秘嘅國家，佢江户時代咧生活要好，但係又封閉，佢唔想同外間接觸啊，我講一個人先就夠噶啦。咁但係西方人咧就好中意探秘啊。點解你哋日本咧有啲咩秘密？嗰時咧好多藝術家、旅行家嗰啲人咧就去梵高啦，去到東京啊。咁一見到咧，佢好 surprise， 哇！原來有啲嘢超越咗佢哋啦，思維啦，嗰啲比例啊，嗰啲竹油啊，嗰啲比例啊，嗰啲 balance 啊，前景後景啊，等等啦、啊，咁就好佩服嗰個時代嗰個幾個畫家啊，不只係其中一個。係當中好似依幅係最出名啦，赤富士山。呢個我哋好多時。呢幅個原稿而家喺大英博物館。哦 ，OK。呢啲當然 print 定落底，嗰個原稿咧係個寶嚟。佢係做完之後版啦，原稿係。係版下原稿嚇。佢當其時點樣做咧？出版商請佢畫，或者佢畫咗好多，佢賣咗俾出版商。咁啊，出版商咧就做咗個木板。之後咧就印版畫啦，印版咧有限量啦，佢唔可以亂嚟噶。咁佢話今年咧印嗰啲相賣出去，舊年印嗰啲相賣出去，就咁樣意思咯。所以唔係話係印出就唔值錢啦，當時嘅印出係值錢啦，舊嘅版嚟啦。筆跡咧好得意噶，佢一生咧佢個人咧好有性格咯，佢幫自己起咗30個名。30個名。佢搬咗93個地方。所以咧，佢畫嗰啲觸覺好豐富，好敏感。佢到一個地方住落嚟咧，佢就畫住落嚟周圍嗰啲環境、嗰啲生活狀況。咁所以佢畫得好豐富，好豐富，大家見到。係，呢個全部係每一個地方嘅不物特色景。呢個地方咧好特別㗎，佢啱啱喺富士山嘅山腳下邊住落嚟。咁所有畫呢啲畫咧，都有富士山嘅特色。近啲啊，遠啲啊，每一個地方都有富士山，都有，都有，每一個景都有富士山，都有。佢對富士山好有感情咯，特別愛好，好有，唔係愛好，感情啊，一個感情啊，先可以表現出嚟。係，好啊。擺多個作品，喺當其時嘅。就係一個原型，即係原版嚟嘅呢個真係。原版啊，即係唔係話最第一幅啦，但係佢係印刷版嘅。係，因為佢第一版係冇啊。因為第一版我都話咧，係個畫稿而家攞唔到啦。係咯。嗰個畫稿咧，有啲咧係去咗博物館啦，有啲咧係日本嘅國家博物館自己收藏噶啦。有啲咧係遺失咗噶啦。咁但係佢畫出嚟之後咧，俾一個出版商咧做咗一個版。嗰個版好難做啊！大家要慢慢睇，慢慢睇噶。佢有啲一絲絲咧，即係有得啦，有個頭髮絲噶嚇。好細緻啊！係啊，係嘛嚇？全部好細緻。係啊，好細緻，好啫，慢慢睇。咁呢啲咧係我哋收藏嗰位收藏咧，佢咧係好有心。佢攞咗一本書咧，拆開之後咧就再框裏邊，擺翻裏邊嘅。所以呢個係早期嘅，係原汁嚟，都早期人，好少用。咁咧筆仔有個特點啊，佢畫畫咧，通常用三種顏色，一個黑色嘅，一個啡色，一個咧好似皮膚咁樣肉色。咁點解得個三種顏色？唔係話佢諗到特別，因為筆仔一生係窮啊。佢又冇咁多錢，係咪好豐富啊？咁所以咧，佢呢啲手稿，呢啲係手稿。大家，我想講講呢啲咧係佢嘅 sample 啦。佢教書喎，一個教材。所以咧喺日本咧有一個名稱叫做指南畫，指南針嘅意思。指南畫就教你呢幅畫點樣畫，呢個你特別係點樣畫。所以佢呢啲咧，慳翻啦，佢畫咗30000多張，30000多。但係佢都好犀利，啲顏料可以咁多年都冇變色過。依個顏色係礦物質顏料，礦物質1000年都冇變。哇！哦，呢啲咁樣係啊，咁樣嗬，咁有啲咁啊，大家可以望到呢邊咧都係噶。佢有啲咧係佢我自己學畫畫噶啦，所以我就好中意嗰個線條啦，就畫得好流暢啦，好有功夫啦嚇。咁有啲咧係生活當中咧，係當其時代都有呢啲動物啊，呢個真啊。嗰陣時就有啊，係真係呢個動物嘅。係有㗎，有㗎，有㗎，有㗎。
題嘅呢啲面，或者變形啦咁樣啦。嗱，呢啲咧佛師面啊，係嘛？啊，嗰啲魚稿係咪呢啲叫？係啊，蝕曬啦！佢去咗東，佢搬咗啦東海道嗰度住，咁啊住到嚟咧又係嗰度生活咧係畫啲當時平時嘅生活狀況。係啊，咁呢一本咧係呢度咧有啲寫住佢呢本咧係昭和時代，都有一百年上下咁樣。昭和時代印刷呢份已經係一百年前，係啊，一百年前嘅係印刷品嚟噶，都係好難得啊。咁啊，全部古董嚟噶，同埋呢個古董嚟噶，啲畫又係好細，啲顏色就好鮮豔。你覺得咧？係真好好。咁呢一輯比較名貴啲，係罕有啲啦。係聽聞好似你特登喺日本。是個收藏家是借出來的，那個不是，那個不是我在這個業會的，是投資者，是一個善長范先生，就是他去到東京旅遊，他很喜歡藝術，覺得這些很難得，他就是收藏，收藏很多，收藏很多，現在呢他就要幫助各個香港年輕人的藝術事人，就拿這些出來賣，那些錢不是他自己的袋子，他就支持這個業會，幫年輕人藝術發展，大家出品很多，好了，下個村，那個村廣眾，那個呢，大家學一次，先講講這個，那個村廣眾，這個呢，都是舊時的印刷版來的，那邊印刷版呢，有一個監修，你有沒有見過？是的，那個人是監製做這個QC，咁咧，佢呢個當其時咧，唔係亂咁認測啊，冇限啊，為咗賺錢都唔會啊。佢有一個數量啊，限量。咁呢個咧係第廿八年啊，咁樣意思。咁大家識睇嗰陣，見到嗰啲顏色啊，都係舊時啊。咁啱啱喺橋，我咧就有呢一件和服收藏，都係我個朋友送俾我個 present。嗯。咁啱啱有個廣眾嘅畫，好難得啊，好難得啦。咁啊，係呢個係裏邊嚟噶，唔係出邊啦。哦。你話即係喺件衫裏，係啊，睇唔著上身係睇唔到噶啦。咁而家特登係調翻轉到掛出嚟咧，俾大家欣賞，好難得噶啦嚇。比較少係比較少啲，罕有啲啦，係。嗱，依個咧係嗰串咧係東海道53字啊，佢都畫咗呢啲，慢慢佢都得意噶啦，筆仔咧就一路搬屋。一路畫，即係其實每個地方，每個地方都係上到嚟啊！表示咧，當然咯，第一咧，佢好樂觀唔搬咯；第二咧，嗰時房價或者好平啦，唔係香港樓價而家搬唔到啦。咁係，差唔多呢一 part 就係咁樣，好嘛？呢個係原裝噶啦，得啦嚇。好啦，咁我哋係呢個封面袋，我呢件好啊。好嘛，真係古董嚟喎，係啊，真係咁樣點啊？係啊，唔怕啦啊！咁啊，筆仔咧好畫得好犀利，佢有建築都畫到啊，好細緻嘅，好細好細。建築物建築有啲咩唔同咁樣？呢一本啊，大多數建築嚇，呢啲又好難㗎。最重要係大家要知道，呢啲係佢係用佢挑咗塊木板，跟住印出嚟。唔係呢個時代冇鐵釘啊，冚唪唥係要靠嗰啲榫係固定啊嚇。呢啲當然係一個建築物嘅名稱啦，因為好了不起啊，所以嗰個人啦，嚇，係嘛？好，好靚啊！好啦，我哋。